他们用皮去炸、欸、去烤吗？是霸王那个皮炸过。对啊，然后它里面是那个红烧肉，那烤了就变这样。啊，这个是个红烧肉。不是，它里面包的，也是红烧肉。对对对对对，然后、啊、我们来试试看。骨头很紧。然后它这是薄皮的啦，然后它这个好像是那个霸王用的甜辣酱。我靠，好像是甜面酱，然后上面好像是菜包哎。是菜包啊！真的是肉圆的那个内馅跟皮耶，它在一个肉圆在上面，对，真的是一颗肉圆。表情很妙，刚才我感觉。这内馅就真的是肉圆，可是跟我们那个我是彰化鹿港的，真的跟我们那个彰化鹿港的那个内馅不一样。我觉得味道不是很在地的感觉啊，可是本来就不是我们彰化鹿港的霸王，而且有一点臭臭。我不知道该怎么评价，但是啊。我觉得他们合在一起是不对的。来，东彰化人，美食专家，对彰化人，他东彰化人。我要开始吃一个甜辣酱霸王披萨，是甜辣酱吗？我感觉是甜面酱又加一点甜辣酱，不完全是甜辣酱。我要吃大饼，不用吃大饼的感觉。什么是大饼？就那种卤肉饼啊，冬瓜饼那种，那个肉饼那个小时候的肉饼。哦。啊，这位是就是气质太少的关系吗？哎，对，他没有什么气质。哎，对他没有什么气质。你这样讲我太……那就是饼啊，不是吗？哎，对啊，他这个不是披萨啦。发现盲点，他是大饼。对，他是大饼，开放式大饼。肉真的有个奇怪的味道。它写是红烧肉啦，可是红烧肉本来就是要稍微特制过，然后它又烤过，所以肉可能要放的比较久才有味道之类的吧。是啊，而且肉的味道很重。非常恶搞，我觉得这是恶搞系列的。对，就感觉是那种大冒险输的时候再吃。好、啊，谢谢我们中医师，你可以为你的中医诊所打广告。好，拜拜。这个比较小的，我看一下这个。好，好，上。我们是云林来的中医师。云林。哦，好。我现在直接吃这个霸王。应该皱眉头了，吃到肉就会皱眉头。嗯，吃到肉会皱眉头。它肉太，它肉没有嚼劲啊，太粉了。不是，是因为我发现它是用蒸的，它、里面先蒸熟，嗯，然后二次，然后再下去烤，嗯，很奇怪。太黏就打了。嗯。好，真的是大冒险用的。就整体来说，真的太腻了，我觉得。对，真的很腻。嗯，谢谢。你要先讲一下台南的霸王。台南有霸王吗？啊，台南有啊，台南有那个彰化霸王。啊？怎么台南？台南有写那个彰化霸王。好，那你试试看哦。多加一点糖的，把彰化。哎，对哦，台南的霸王应该是很多糖。嗯。
不像我们家那边的，我们家那边还比较甜。我是看肉那边。这是肉，这好粉吧，很香啊。它肉，它肉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好恶心哦。台南人说恶心，那个不是肉吧？那好像是粉加很多的，的那个比那个甜不辣还难吃。哎、欸，你不喜欢吃甜不辣是不是？还好，就是它是个很散的甜不辣，散的甜不辣。那、啊、你们台南平常到底是不是都吃糖之类的？没有好不好，我都喝无糖哦。啊，什么鬼？你真的是台南人吗？真的是、啊，我的无糖有甜吗？好，就这样，然后好，这個、我再去说玩笑话。其实那个饼还不错啦，蛮香的，就是那个霸王怪怪。他霸王好像肉觉得怪怪，口味怎么不太好？好这不是正常的那霸王的那感觉。哎、欸，啊，唔多，伊这干那红吹，啊，佮混混。嗯，所以就是用较北部的肉丸啦、嗯。觉得不好吃，很奇怪。很少哎，我们中间这个啊，看起来样式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是终极挑战。我好想把它再切成四等份，我不太想吃那么大块，心里有点怕。是印出来是这个，看侧面。哎、啊欸，等一下，它有黑蜜的感觉，这是不是黑蜜？是高阶的霸王，高阶霸王。好，我们吃吃看。对，了解是一样的。好，我就这样。我是银行才的黄金。我木土即化。崩溃，破防。他真的没气势啊！他真的把那个肉圆的那个皮啊当成气势，那中间味道真的好像不太一样。就是虾子先加完。哦、中间的肉有台南的感觉啊，对，它的肉感觉比较好，因为味道出来了，它的肉感觉比较好，它闻起来是比较好的味道。哎、欸，对对，它那个是台南感，因为很甜，麻的很甜。因为我真的是去台南吃过，麻的真的很甜。好、哦，记得哈、哦，我去台南高雄玩，然后我去吃那个什么鳝鱼意面。那、啊、我点完之后啊，然后我看到后面那一位客人讲说什么，老板鳝鱼意面半糖，我说哈、啊，这个也点半糖，真笨，这可以半糖，现在有半糖了。然后后来我就吃下去，就是倒吸一口气，可蛋甜成这样啊，鳝鱼意面可以甜成这样、啊，那你们台南人哦。挑起地方战争。欸、真的不一样，我觉得真的比较好吃。这个可以吃得下去，可以，这可以中，你全应该要全部都换成中间这个格式，这个肉都不一样啦，不是粉粉的，有嚼劲了，一丝丝的，就像比较猪排的那种感觉，感觉比较不合成，也不粉。那中间这个可以，那刚才台南人说没有那个香菜。对啊，这没香菜真的不行。你觉得自己加一点。等一下，我旁边拔一下。哎呦，蛮香的、啊。没什么特别啊。没什么特别，你吃一下霸王嘛。还没有，包肉还没有，包肉还有包皮而已。这个很重要，没有熟吧？你这什么感想？应该是有熟吧？他熟过了吧？没有很霸王啊！你印象中的霸王是怎样？就皮至少 Q 一点吧。
哎、欸，它是 Q 哦，它是有点像那个麻吉，对不 对, 對、啊？因为它是蒸过，然后才烤。哦。啊，那如果是用炸的，就会很 Q。对啊，它很麻吉。啊，肉嘞？肉就很一般啊，绞肉吧。绞肉，好。哎、欸。有什么特殊感想吗？还好啦，普普通通。普普通通，哇！全部的人你接受度最高，厉害！不错啊，我觉得酱还不错啊。酱，那如果再吃一块药吗？啊？要再吃一块药吗？当然不要。